三香水，我们怎么搬得动啊？啊，徐姐别急，我给朱元哲打电话。连锦，杨卷，这么巧。晚上好。晚上好。哎，你怎么戴着口罩啊？啊，最近感冒了。你在体育馆门口干什么？啊，我男朋友在里面和别人打球，我们出来买水，走到这里的时候拖车坏掉了。这是校队的经理宋晴，体院的。你好。徐姐，电话没人接。需要我帮忙吗？你方便吗？没事的。我搬得动，但是学姐搬不动。搬不动没关系，你先放在门口，我待会儿过来搬。没事，不用。学长，水放在这边等候区就行了。要喝水的话你随意给点灯。谢谢。嗯，我去把剩下的那箱水搬起来。哦哦，好。党哥，你去等候区干嘛？啊，拿瓶水。还行吧，压哨球，跟我比差点意思啊。是的。同学，拿瓶水给我。给。接来。同学，你帮朗哥拿一下毛巾啊。哦，谢谢你帮我拿毛巾。嗯，来，给你水。力气这么小啊。嗯，水瓶盖都拧不开，太丢人了。你是校队的后勤。嗯，朗哥，队长叫你。啊，知道了。先帮我拿点衣服。怎么了？今天晚上约个饭呗，我把队里的小朋友都叫上。可以啊。我数数多少人啊？一、二、三。哎，朗哥，那个戴口罩的是你朋友？不是你们球队的后勤吗？不是啊。那是连锦学姐的朋友，刚刚替我们从外面搬了水进来。既然是学姐的朋友，那也算什么。哎，你，我，是你。你跟踪我啊？我没有，我替我朋友搬水。你这细胳膊细腿的，搬什么水啊？就这些水。那你戴口罩干嘛？脸上肿起来的地方还没好。你没涂药啊？什么药啊？周南巡前两天送手机的时候没给你送药吗？哦，送了。你怎么知道他送了药啊？你的衣服，哎，你丢了吧，我不要。哦，他好像很难过，又低着头不说话，只能看到耳朵。靠，男人的耳朵长这么白干什么？朗哥，嗯，干什么呢？该走了。哦，居然看走神了。朗哥，人家队长问我们想去吃什么啊？啊。让他们自己定。行，吃什么都行，你们定。好嘞，学长。他怎么还不走？看起来失魂落魄的，一定是装的。哎，朗哥，你不换衣服啊？不换。啊，那我也不换了。哎，朗哥，人队长还约我们周末去游泳呢。有时间就去，
行，那回头我把叶哥也叫上。不过我得先买条泳裤，这条泳裤都好久没穿了。老四，啊，你去告诉后面的人，我不要那件衣服，是因为太重了。除此之外，没别的原因。改编自长佩文学，阿软有酒原著，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微幕工作室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。广播剧《坦白从严》第十一集。哎，君君，你买了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啊，我没买东西，突然就收到了快递短信。那拆开看看。哦。是条泳裤。不对啊，君君，你不是不会游泳吗？哇，你的尺码这么大。不是我买的。那是不是你有朋友填错了收货地址啊？应该是吧。收件人写的羊毛卷是我之前的游戏 ID， 游戏里只有贺朗给我寄过快递，所以这条泳裤是他买的。忘改收货地址了吗？你想起来是谁了吗？想起来了。谁啊？哎，直的还是弯的？你下次介绍给我认识啊。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他是直男。好吧。算了，卓兰什么都不知道，还是不把我喜欢贺朗的事告诉他了。等会出趟门，把贺朗的衣服还给他。你好，找谁啊？请问贺朗在吗？啊，朗哥他们住隔壁寝室，找错门了。哦，不好意思啊。那他今天在学校吗？你等等，我帮你问一下。老张，朗哥在学校吗？哎，这外套好新呐、啊，这要捐掉吗？这件外套，那就先留着吧。跟我送给贺朗的一模一样。你刚问啥来着？我问你朗哥在学校吗？应该在吧，好像去游泳馆了。好的，谢谢。贺朗在哪里？男的裸着上身，我都不觉得有什么。为什么一看到贺朗，我就脸红心跳，不敢再看了？他又来跟踪我，还脸红了。对着旁边那种干瘦身材的男生也能脸红，这是隐形眼镜又掉出来了。你来这里干嘛？我只是控制不住自己想来见他，想尽可能的补偿他。贺朗，你的手机刚刚响了。啊，老四呢？他跟队长去楼上了。是你啊，学长，你来找连锦学姐？不是。哎，过来坐。好。我坐这里就好。
果然他还是很讨厌我。有话就说，别在这磨叽。我来还你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上次你让我丢掉的上衣，我已经洗干净熨平了，还有你的泳裤，你留错收货地址寄到我这儿来了。地址我已经改掉了，泳裤我也重新买了，这样的 T 恤我衣柜里还有很多，你扔了吧，别跟着我了。衣服我洗了三遍了，熨过以后也不会皱了。我还用了干净的包装袋把它装起来了。啊，泳裤是新的，也要扔掉吗？你看我像是缺这点钱的人吗？不是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追着我来还这些东西？我只是想来见你。对不起，我没有想太多。那天晚上的蛋糕是你买的？是我。送蛋糕给我时，在体育馆主动给我递水和毛巾，衣服脏了皱了还要亲自洗干净后跑来送给我，到底想干嘛？蛋糕只是为了感谢你那天帮我，没别的意思。一个学校总有遇到的时候，你这么讨好我，不就是想得到我的原谅？你难道就没有想过，你骗我的那两个月，是一个蛋糕帮我洗衣服就能扯平了吗？我没有想过要让你原谅我。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也谈不上什么原谅不原谅的。想让我原谅你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会游泳吗？不会。你只要从这里跳下去，我就原谅你。怎么，怕了？如果我跳下去了，他是不是就不会再用这种冰冷嘲讽的眼神看我？读书读傻了吗？说跳就跳，听不出来是开玩笑吗？这个傻子完全有可能为了朋友做出隐瞒性别的事儿，更何况他坦白的也不算晚。喂，没吓着吧？没有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喂，我穿好衣服以前不准出来，听到没有？好。你带过来的衣服我放在凳子上了，裤子只有我穿过的，不想穿湿裤子回去，就只能穿我的。哦，谢谢。这样一来，他应该原谅我了。他的 T 恤和裤子都好大，裤腰也太宽了。我要这么走出去吗？你怎么还没好？你的裤子有点大哟。衣服也大，怎么看着像偷穿大人衣服似的？老四，
把你的皮带给他用用。啊。啊，给。谢谢。你们两个人在深水区那边干嘛呀？怎么会掉水里的？你问那么多干嘛？哎，行行行，好好，不问。衣服裤子我洗干净以后再还给你。随便你。学长出来了，你这衣领湿了，来，我帮你擦擦。哦，谢谢，我自己擦。喏，毛巾，把头发擦一下，洗了再还给我。哦，好的。老四，走了。好嘞。狼哥，他是不是在跟着你啊？不是，独乐而已。哦，咱们去后街买宵夜吧，我有点饿了。行。哎，狼哥，他还跟在我们后面啊？别管他，爱跟就跟，和我们没关系。行吧。我怎么觉得你有点不对劲呢？老板，要30个羊肉串，20个掌中宝，再来一烤茄子。哎，好的，稍等啊。哎，那个男生去斜对面奶茶店了。看来人家不是跟着我们，真的就是恰好同路而已啊。同学，你们的奶茶。我们没点奶茶呀。刚才有个男生给你们点的。是他？他也真是的，竟然是我们朗哥认识的人，借个皮带而已，跟哥这么客气干嘛？哥什么哥？他现在在读研究生。不是吧？我还以为他小学弟呢，看着那么嫩。啊，来了来了！哎，是你啊？啊，我来还衣服，还有你的皮带，谢谢。哎，客气啥？啊，零食，就当你上次请我喝奶茶的谢礼。不用了，请你们喝奶茶是想谢谢你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拿着吃去呗。待会儿啊，隔壁寝室那群人过来，就会被他们一扫而空的。真的不用了。哎，狼哥，洗完了。嗯，老四，嗯，又过来，怎么了？我的手干嘛？不能握吗？你吃醋啊？你要握就握，到时候出了什么事情可别来找我。前几天在游泳馆，我看见他对别的男人脸红，我怀疑他喜欢男人。你什么时候对同性恋反应这么大了？人家来给你送衣服呢，过来呀，别傻站着。哦，给衣服，不需要检查一下吗？好香啊！哦，果然可爱的人洗出来的衣服都是香喷喷的。男人穿衣服要那么香干嘛？我只是用洗衣液泡了一下，如果你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回去再洗。是这样吧。好啊。要是没别的事，我先回去了。快给小王打电话，让他回来啊！这哪来得及啊？快用被子卷个人形，快点！哎，怎么了这是？我靠！哎，辅导员又过来查寝了，老郑回来没有啊？没啊。
啊，都大三了还他妈查寝，我怎么没听说前几届有这个规定啊？鬼知道呀，烦死了，我先回了。真是，什么时候了还查？那我也……哎，别走！我们宿舍还少个人呢，你们研究生晚上不查寝吧？帮我个忙呗。好的。冷哥，把他藏哪儿啊？让他到上铺去。啊，行。那个，你去老赵的床上躺两分钟，等辅导员过来，你就假装睡着了啊。哦。那个，老赵有点不拘小节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将就一下。我靠！辅导员过来了，快上去！好。好什么味道啊？他床上的袜子和内裤几天没洗了，已经插到隔壁了，你快躺下啊。你下来。怎么了？现在下来快点。哦，好。不用叠了，你下来。哦。头发乱了。啊？现在还乱吗？可以了。谢谢。他笑起来，嘴角有个梨窝，跟他之前给我发的女装照片一模一样。为什么又想起这事儿？不行，不能生气，我已经答应要原谅他了。你怎么还没好？你的裤子有点大。他那天洗完澡湿着头发，脚趾还蜷缩着，好像比女装更可爱。我为什么要记得这么清楚？你还有事儿？没事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嗯，拜拜。拜拜，常来玩啊。哎，我去洗澡去了啊。我只是用洗衣液泡了一下。真的好香！哎呀，不要香了，不要香了！被子，什么味道？
你闯进我心是个意外，这意外让我放不开。若是坦白从言不变，你是小骗子我便被骗，误会了以后再无法相见。我总是会想起你的脸，月光拨开云层穿透风声，只想和你和你一起度余生。看过潮起潮落日月星辰，承载不愿再伤害心里面的爱，让我给你一个未来。若是坦白从言不变，我更相信爱不会改变。无法对你说一声抱歉，既然相爱又何来亏欠。月光拨开云层穿透风声，只想和你和你一起度余生。看过潮起潮落日月星辰，有你才有我完整的旅程。为你狂奔，不准你继续说谎，我的世界只有我们俩，我的梦想与你分享，你看多不一样。未必有想象中的坚强，却看到无与伦比的光亮。我会从一头狼变成你的太阳。爱上狼的羊，注定是一场受伤的倔强。你就是我的太阳。